像天上繁星，忽现忽隐，像水面帆影，漂流不定。人生的际遇，稍纵即逝。我心向往，我心期待，我愿追寻。像天上繁星，忽现忽隐，像水面帆影，漂流不定。人生的际遇，稍纵即逝。我心向往，我心期待，我愿追寻。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？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，在这么些个星球里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。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，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，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。像天上繁星，忽现忽隐，像水面帆影，漂流不定。人生的际遇，稍纵即逝。我心向往，我心
喝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。那个时候，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。我还记得，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，每天早晨，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。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，究竟是谁放的。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，风吹起来的时候，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。
以前我妈妈常说，在你看到流星的时候，你只要在衣襟上打个结，然后许愿，这个愿望就会实现。可是每一次我不是来不及打结，就是忘了自己要许什么愿。如果是你，要你现在许愿，你会希望你得到什么呢？一阵大雨刚刚下过，从那寂静的天空，向地上照下星光，照下无限神秘星光，四处无声夜森森，万物睡在屋檐中，满空星座放出清光，说出人们永远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外国朋友寄来的信，信封上的地址是这样写的：六号清水街淡水镇台北县台湾省中华民国亚洲北半球地球、太阳系、银河、宇宙、上帝。这封信它就是这么写的，而且邮差还照样送到。我愿追寻。